今天心情很好，不想为物质烦恼，整天心浮气躁，放空去找找乐趣。曾经对别人在意，却发现一切都无所意义。曾经梦想的失去，但是我决定不再放弃。早上起床拿着牙刷，想想再会有个妈，接着就收到有人的影片，无知的辱骂。我的频道我想干嘛，为何要听你的话，我最多也只把你当成一个路人甲。傻蛋不爽叉叉，傻蛋浪费时差，傻蛋不懂埋藏，傻蛋哇擦。啊，那时候是要更新吧，就有更新一阵子之后它就没有开了。我看一下哦，现在每个都可以做嘞，我应该铁应该够啦，每个都做一个，有了。可是我要放哪里啊？没有地方放啊，空间应该要盖更大一间一点了。那我觉得这底下应该也要扩展一下，不过我想一下哦，把这个东西放在外面应该不会怎样吧。我先把它放到那个这边好了，坠落的地点应该还 OK 啦。好，每个都放一个，这边放一个，这边放一个，放一个，反正这应该不会被打坏吧，我觉得。看一下这什么东西，这个是激光枪，哇，激光枪欸，好酷。等离子狙击枪，哇，火箭发射器，哇哇哇，格林激光枪，哇，风暴之枪，这什么鬼啊。等一下我看一下，这是啊，这是补品的部分啊。这是什么，欸，什么艾菲尔铁草啊，这看起来像眼镜跟相机欸，强而有力的角色啊。然后电线，哎，电线，电力机器提供能源呢。哦，这个还会有电力哦。呼吸装置，飞行器，哦，天哪！然后我现在可以做这个啦，这是新的盔甲啊。那我们做这个好了。然后换一下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盔甲真的只有减少，哎，不过减少两点伤害，还是感觉蛮少的。然后这边是建材，被字挡住了。这个是液压发电器，水九是吗？我忘记这个是怎么念的。合成墙、合成支架、轻型合成墙，哇！啊，这边什么东西？重型炮塔，重型炮塔，这个赶快合成几个。OK, 要晚上了，要晚上了，这赶快合成几个，一定要拿出来用了，不然晚上死定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我觉得这边，这边放一个好了，然后右边也放一个，这样我赢定啦，应该吧。然后这边也放一个在这里好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重型炮台有什么用，我们见识他们的威力吧。右边这个跟这个见识一下。哎，它有发射吗？好像有欸，好像有欸，不过看起来不明显。盖一个地下室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左边这边我觉得也蛮危险的，他会一直攻击这泥土。这底下也给他盖一下好了。OK, 哇，这边整个漏开来了。我觉得到时候我把左边盖地下室好了，不过我现在材料应该是不够，我看一下哦。这个的话需要很多的泥土跟墙壁嘛，跟石头嘛。我现在好像啊，应该可以做很多啦，先做多几个好了。石头剩10个 ，OK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现在有53个，应该够。
牙齿好，这怪物会不会太危险了一点？我先移过来好了，看，哎，他还在攻击那里，太危险了吧！重新盖一下。那我等早上，等下我按暂停再看你们聊天室啊，来不及看，怪物一直闯进来，等早上吧。OK， 早上了，好看一下你们说什么。有人讲说盖个地下室跟扩大基地，好，这个应该等一下就会做。然后 GTA TW 是什么游戏啊？那是一个伺服器啊，就是那个台湾的那个叫什么侠盗猎车手那一块的啦。有时在讲什么我听不懂，真的、啊，绝对听不懂啊！我听得懂白羊在讲什么，我有去看你的影片啊，可能是我讲话讲太快吧，会太快吗？太快跟我讲一下啊，我知道了。等一下，我把那个声音音乐声音再关小声，这样子好了。那会太小声了，应该不会吧？啊，就这个音量，哎，它怎么变英文了？放回来，突然变英文。OK， 然后这个东西要回收一下。我觉得左边那边真的太危险了，天哪！要稍微的整修一下了。看一下哦，哎，这边有一个炮塔坏了。我想一下哦，这边的话，我们先拿泥土，因为我要爬上去。这边的好，这个底下的好处就是说，它只要旁边有这个墙壁啊，我基本上都可以附在上面，就是整个那个房子盖在这个墙壁上面，它比较不容易垮，就算底下没有东西啦。然后我先把这边盖起来好了，然后这边需要一个炮塔，等一下我去拿。我们这一天啊，今天啊，这个游戏天就先把那个基地给弄好，避免说到时候被攻破，这样就不太好了。把它盖好一下。嘿，欸，走错了。一小。然后这边放一个炮塔。哎，不对，我觉得应该要把那个大炮拿下来。那大炮还蛮有用的。我想一下啊，干脆我再做一个大炮了。我应该要做多一点的那个大炮，重型炮塔。所以我们先走过去啊。等一下，这先拿掉。修理一下，然后我觉得这个炮塔应该要放在上面，比较有用。不小心弄掉了，然后这边放一个。哦，这边的话，我觉得底下都用两层，至少两层，比较不容易被攻破。哦，我要把下面那个有点损毁的方块给修复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要。等一下，我摔伤。这游戏它有一个算是缺点吗？就是走路很容易一不小心就滑下去了。它没有那个麦块的 shift 的功能，你可以按着 shift 有没有？比较不容易滑下去这样。它完全没有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给它整个弄掉。这边到时候要盖仓库的部分了，不过我觉得那这个东西应该要拿过来一点，上面啊，放上面一点，然后这边也要拆掉，哎，拆掉好了，然后这边整个就是这底下，我要不要把它填起来啊？我觉得填起来好了，可是不知道填起来会不会他们会不会再攻进来？算了，不管他了。我都填这么厚了，再攻竟然也蛮厉害的。连整个拆掉，我不知道这个机器可不可以拆，欸，应该是可以吧。好，不管了，我先盖成这样好了。然后这边的话这样子，有没有有点像楼梯？有没有这样子 ？OK， 这样就可以上来了嘛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东西也要拆掉了。然后哎，我刚刚有说要合成炮塔嘛，应该要先到左边了。边我记得是哪一个啊？这个吗？
对，然后这边的话，这什么？太阳能板，太阳能板，日光灯，哇！这游戏越来越扯了。我觉得前期这个游戏感觉有点未来的科技感，然后玩到前阵子，我觉得其实也就这样而已嘛。结果现在我突然觉得这游戏哇，东西好多，而且好高科技的感觉啊，大大的改观了。因为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放这东西啦，才不容易被弄掉。就我觉得这边应该要弄掉才对，这样比较宽广，它左右都可以兼顾，有没有？还蛮不错的。不对哦，我觉得应该要把它放在这里，这样子比较容易防御啊。不过这边也多少要放几台，就像这边各放一台这样。然后这边。等一下，让我上去一下。这边的话也要哦，等一下，这到底是谁挖的路啦？挖的这么空旷，让我那么容易掉下去，真的是太可恶了。我看一下，这边也放一个，然后这边再把它挖掉。好，OK，这边应该可以安心的啦。然后这个也把它吸掉好了，然后这边放一个，然后这边也放一个。楼上我觉得也需要这个炮塔，把这个换掉好了，然后这个放过去，这样子，然后这边需要这个机枪炮塔是一定要的，然后这个天空的这边，把这树吸掉了，这样子，然后积水了，积水了，no，积水了，没关系啊，等一下再把它弄掉好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盖一个，再合成一个这个好了，真的蛮需要这个东西的，这个攻击力算蛮强。等一下我再看一遍，它攻击力是20，那这个嘞，这攻击力是5倍耶，5倍耶，然后这攻击力也才是，这两个为什么攻击才是啊？这个就差那么多，太夸张了啊！这个攻击力是什么？维修塔啦，这个可以维修我的那个炮塔，好先进哦。真的好先进哦，感觉好像在玩那个麦块的炮塔模组哦。我以前有玩过炮塔模组，但没有录影啊，好先进的感觉。等下我觉得这边应该要把它挖掉，让它排水一下，因为它这个泥土会吸水，所以它会慢慢排水。不过好像不太够啊，把它先全部吸掉了。我把这边全部吸掉就好了啦，这样就可以排水下去了。有，OK。然后全应该要先盖个屋檐。好，这边不要攻击我。然后我们需要一个架子，这样比较不容易，就是像它这样子会抖。有了，有没有？这样就 OK 了。那大概每三格就要，每一格啊就要一个架子，才不会这样子抖来抖去的，抖来抖去的。OK，然后过来一下。等下我再看留言啊，因为我现在蛮忙的，要盖这东西。我们还需要几个架子，这样不知道够不够啊？应该够啦。然后又要晚上了，有点危险。OK，然后，我想一下啊，先把它盖完再说啦。我盖完再把那个炮塔放上去，多余的炮塔。你要，不够哎，有点麻烦。看一下这个。有了，这边也可以做了。然后这边再带过来，这应该可以。等一下，这样子好了。好像有点危险。这样子，有了。然后这边的话要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是这样子。OK。这样应该比较安全了吧？不对，水好像还是会。流进去哦，这个高低的高度好像，对啊，水会流进去哎，那这样我要做排水孔哎，我想一下啊，排水孔，还是我这边要封住，我再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那个，是这个吗？不对，装甲门呐，对了，我们需要门呐。
还可以合成装甲门诶，好棒哦！我们合成两个，我们一定要需要装甲门。你看，水马上就进来啊，可以开门，关门，关门，有了有了，哇！可是还是会积水，把它弄掉。OK， 这边有装甲门，还蛮酷的。哎，不对，哎，这怎么开啊？按一啦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要等一下，我有点搞混，他不知道他到底要怎么开了。如果我这样子好了，开了关闭。那我如果要出去，可是这样怎么关？我一定要靠近他，很靠近啊！有来了，这样可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好，把这拆掉。然后我这边应该需要一个这样子啦，这样子比较，想一下这样子怎么样比较容易上来？这样子好了，这样比较容易啊！我用那个木子平台好了啦，都没有用到。这样子看一下 ，OK， 这样可以。但是它这边还是显示那个就是有点龟裂的感觉，那怎么办？这样子吗？啊，可以可以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有木质平台方便多了啦。不过我们好像东西还没有放，先放一下。啊，打个喷嚏。OK， 这边放一个这个，然后这边也要放一个。得了，这样就安全多了。关门。然后我这边先拆掉了，哎，不过我们还需要那个，哎，这中间好像不需要铁栏杆，它也可以撑哎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多做一个好了。OK OK， 然后我现在来改一下背景墙，不然这样有点丑。喂，怎么有怪物进来了？哎，他们，等一下。他们直接从底下闯进来，这边还锁得不够深啊，好麻烦哦，要死了死了，我觉得这边真的要整个埋起来了，这样子，连我自己都埋起来。OK， 好，完成。这样应该目前安全了啦。这个炮塔真的还蛮有用的。然后我觉得这边也要再盖一个门，方便进出这样。盖在这里好了，这样子。哎，如果这样没办法开，这个炮塔就在这里，这样子。然后这边的话改成这个好了。好。哎，不对啊，这边也会那个，这样子。然后炮塔的话，这边也可以再放一个。好，来我看一下你们聊天是讲什么。刚好用个蓄水池去游泳，不要啦，因为蛮少人用 Twitch 啊。对啊，比较多人看 YouTube 啊。然后我现在顺便喝一下水，然后我去拿那个白羊说的麦克风，稍微等我一下。OK， 好了，然后白羊，我打字打在那个聊天室，你稍微看一下这个麦克风的全名，它是这样子的，这个，然后它的名字，它是多媒体麦克风。然后它可以用在电脑，然后 notebook， 还有 internet phone， 就是那个 internet 的手机，还有 IP 手机，我不知道什么东西。然后它是全指向性的那个麦克风，然后它有那个架子，就是麦克风架啦。
然后如果你可以把你要把它拿开麦克风架也是可以，可以拿在手上，像那个人家在唱 KTV 一样拿在手上那种麦克风，不过没有那么大。但是为了价钱呢、哦，价钱我看一下啊、哦，不过它产地是中国，价钱的话，它没有写价钱，我那时候忘记花多少钱。我记得通常这一类的麦克风通常都是六七百跑不掉啊，六七百跑不掉。那像我之前以前用的那个麦克风是99块，就够用了。对，只是你要挑那种声音清楚的那个麦克风啊，对吧？有些麦克风会比较有问题。我看一下，那可以再合成墙壁。哇，上面积水了，换上面积水了。哦，不会啊，它应该有在排水，那应该还好。把这个墙壁全部弄好啊，等一下嘿。然后这边，没有石头了，我需要去挖点石头了，有点惨。然后我先把东西丢进去好了，这个菱格的东西。然后这些留着，泥土放身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需要收集石头，先出门一下。我好习惯用那个右键去开门啊，用右键是吸东西，不是开门，但是习惯了，没办法。来，到深一点的地方去挖石头，这应该可以了。进来这边往下挖，这样。哦，还有好多泥土啊！随便乱挖，反正这不是我家。直接挖一个直线算了，我好懒哦。啊，我直接把东西拿出来看一下，我挖多少了。我现在是比较缺石头，等下再去挖泥土好了。全部挖掉。90元，99元加袜子刚好套着，对啊，刚好套着啊。99元的那一只，它也是有价值的啦，不过它好像不能拆离价值。它是一只很小只，很像那个复古麦克风，有没有？大家知不知道复古的那种麦克风？就是它的那个麦克风这怎么讲？它有一条一条的，然后有点偏银色的那种复古麦克风，有没有？它可以吊在上面，就是吊在它可以吊在从天花板吊在上面，或者是说。你可以直立式的，你去想一下那种，算70、80年代那种麦克风吗？应该是啊，类似那样子。它是走复古风的麦克风啦，不过用途就是电脑可以讲话这样。自从换了新的这个挖掘机啊，我觉得挖东西都变快了，又有怪物，好烦啊！感觉要500元以上哎。500，我记得好像是六七百啊，印象中，六七百跑不掉。麦克风这种东西，你们去看啊，你们如果，我是有一次有看那个某神的实况影片，他那个露脸这样，然后他那个麦克风啊，电容式麦克风，那看起来就是好几万的，那麦克风很好，那真的很好，所以每次。那个他的声音才会那么清楚，就是因为那个麦克风的关系，再加上他也有调整啊，做一些调整。这个是太阳能板，应该我们目前应该还不需要电力啦，我只需要很多的炮塔而已。太缺炮塔真的是会有点惨，一人放几个好了。然后我觉得这些。炮塔真的都距离太近了，这个的话可以放过来一点，这个的话可以放哪里啊？想一下啊，放这里好了，然后这个我觉得应该要放中间一点，
放这里，那这个应该先调过去好了。OK， 好，解决，东西放进去。OK， 再来我们需要把墙壁弄完啊，墙壁一定要先弄完。然后我们有补血的一罐嘛，应该还好。OK， 这门还蛮方便的，可是我现在需要电灯，所以我要合成几个那个灯。这个灯的缺点就是它只能放在地上，不能放在上面。有没有？你看，不能。大概每三格放一个好了，这样比较方便。这边应该就没法放了，放一个在这里好了。哎，哦，没事，这边放一个，然后这个也放一个好了。OK， 完成，关门，然后再来就是继续做我们的墙壁了。什么？麦克风它也会冷，所以你俩是很好心的。什么啊？没有啦，因为我怕那个声音太大声，或是杂音会录进去。因为我做错了。那套袜子的话，刚好可以做一个隔音的效果。虽然那个隔音的效果没有说隔很多啦，不过就是不无小补嘛，对吧？像没有套袜子之前啊，因为我家就是外面是大马路，没有套袜子之前就很容易那个有飙车族啊，喵过去麦克风就录得到。然后像现在我套这个袜子基本上录不太到，对吧？就比较 OK 啦，我把这些东西先收起来，收到里面去。我们的那个基地又扩大了，扩超大的，然后我需要把这些一堆的制造机给拿出来。哇，真的是有点难辨认哦，长相都差不多哈、哦，只是它这上面有一个很小的图片啊，这一定要很仔细看才看得懂，对吧？这边也拿掉好了，这个放这里，然后这个放这里，这个放这里，这个放这里。喂，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以放满哎，看一下哦，这个是自动制造机嘛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会有两台这个？哎，我做了两台哎。那这应该不用了，放这个好了。然后门口应该不用，不要门口不要放好了，这放这边好了。我觉得电灯其实应该不用很多啦，应该吧。这边拿掉会不会怎样？不会耶，那我应该不用用那么多架子吧？会啊，这边会抖，不行。这边架子还是要装，不然它还是会抖。OK， 东西都弄得差不多了。那包包有没有限制？那个可以装到多少东西啊？然后有人说要做什么？做等离子狙枪吗？等离子狙击枪哦，我老实说我不太会用狙，我不知道它这个狙击枪是怎么用的。我去看一下有什么武器可以做啊。不行啊，不能做了，材料没了。材料没了。可以先做激光枪，攻击力是 10， 我现在手上这个什么攻击力是 8， 4跟 5， 算了、啊、没关系啦。我们现在去的地方没有那么难过啦，所以就还好。现在主要就是家里的防御要把它弄好，其他就还好。然后是什么东西需要那个电力啊，水这个好像是可以把水传送走的装置，可是应该是不需要电力才对。装甲门也不需要电力啊，想一下啊、哦、这个东西呢，太阳能板我也暂时不需要。传送器，这个传送器有什么用啊？来，我看一下我金矿有多少个，我金矿只有10个，然后它要15个。哇，好贵哦，这先不要做好了，那就好浪费那个材料。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做。不对啊，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做了哦。这个是哦，机枪我做了啦。等一下。哦，没事，好，下一个。电线应该暂时不需要。然后这个啊，这就是武器嘛。那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去收集材料啦。不过现在已经要晚上了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晚上吧。然后再仔细研究一下
东西啊？日光灯，缺这个材料，应该不需要用到这么奢侈的东西啊。哎，这种吊灯足以，发出足够使植物生长的能量啊，所以我是可以种植物的意思吗？我觉得到时候我拿到这个东西，这个材料白花的时候，我再那个做做看哦，做一个看看，然后盖一个类似温室的东西的地方，看它会不会就是，会不会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看它会不会那个可以种出植物啦。我先检视一下武器的部分，炮塔的部分可不可以做那个一般的炮塔？不是这个，哎，炮塔在哪里啊？哎，等一下，炮塔的制造机器跑去哪了？应该不会是这个吧？对不对？不对啊？对不对？不对？对不对？不对？对不对？不对？对不对？哎呦呦，在这里啊！啊，他没办法做一般的炮塔，所以这个我还是要留着。我想说这边有点暗。OK， 那个刚刚网路断线了，对，所以就先录到这里啦。因为就是网路一直不稳，然后进度的话目前是这样子，就是把炮塔都装好了、修好了，然后刚刚晚上也度过了这样。所以我们先来存个档，铭记此刻，快速保存，好了，然后再去全员看一下，应该是这个了吧？9:09:39啊，对 ，OK， 那没事了，我们退出吧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里啦。那等一下直播完啦、啊，今天是1月8号，那个等一下直播完我们 RC 见，好不好 ？RC 的那个 ID 等一下我会 po 在粉丝团，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粉丝团的最新 po 文。啊，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里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个喜欢是订阅。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，欢迎到赤联军团的粉丝按个赞，或是看下其他的有趣实况哦。那如果你很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帮我的那个影片中可略过的广告不要略过它，就可以免费赞助我哦。那我们下一集的实况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小男孩，他想成为有实力的创作歌手，但是他失败，渐渐的快放弃。从前有一个小男孩，友情不在，他完全的被当怪胎，但是他知道孤单的最独特。我都忘记了追梦的那种感觉，努力去做永远不对，可是我知道我绝对没白费。我都忘记好朋友的那种感觉，努力表演永远不学，我只是想要一个人的安慰，流着泪。Yeah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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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.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，他想成为有实力的创作歌手，但是他失败，渐渐的快放弃。从前有一个小男孩，友情不在，他完全的被当怪胎，但是他知道孤单的最独特。我都忘记爱音乐的那种感觉，也失去了完美机会，可是我知道我绝对没白费。我都忘记好朋友的那种感觉，努力表演永远不学，我只是想要一个人的安慰，流着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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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着泪，流着泪，流着泪，流着泪。